是操作上本身系统的一个造成，还是说这个大修的过程中就炉管的部分因太换和未太换啊怎么等等的原因呢，都做了确认。那目前没办法回答你，确实原因没调查出来以后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那对就是说因为发生这个事情，对台国内的这个柴油的这个市场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供给面的上面？对于柴油的一个供给面，那这工厂呢，它每天生产是30,000桶，也差不多就是4800公饼啊，每一天大概占我们每一天的供给量呢，大概占20%啊。那当然占所占的这个供应量20%呢，是也是有相当一个幅度